就看这两天民众的反应了。我猜还是有些人会先观望吧。流感死亡就有点像我们高端死亡一样，你打了疫苗以后死，一定会碰到更加死亡的病例啊！啊，再怎么讲呢，大家就是会心中老好的，过去打了，啊，这其实是对我们的防疫工作有阻碍。所以在开打之前，其实我就讲过啊，你一定会看到这些不良的事件，一定就会被夸大，然后一定会又会变得反打潮哈。就是我们还是能够尽量宣导啦。最重要还是要去厘清事情的本质啦，到底是为什么死亡，这四个人死亡的形态是不是类似哈？嗯，如果是疫苗引起的副作用，他们就会都有点像。疫苗引起的副作用就是那种副作用，如果会死的话，应该就是有类似的临床表现。现在其实没有看到，因为这四个人据说他们发病的样子都不太一样，这样听起来没有亮一个红灯啦、啊、可是对政府还是应该成立一个专家小组，很认真的检视这件事情，然后再公报告出来。我觉得这样是最好的，应该宣示说我就是要做这件事，多久之内给你一个报告。因为民众一定会担心的嘛，因为这疫苗毕竟是就是紧急授权嘛，又是国产的。那你就政府可以考虑说，我就是安定民心，我就是，而且这事实上这样做也不是没道理啊，因为你两天三天死了四个，你是去做个调查也不为过啊。我们要做这样的评估，一定要有比较大的数据来评估，因为一般的死亡率的那个分子是蛮小的吧，它的那个数值是蛮小的。反正你的那个样本数还比较小的时候，你就是会看到说那个数字会变化很大。就是它的那个发生率必须要比背景值没有比那个没有打疫苗的背景值死亡率发生率比较高，才能够说它有危险信号啊。那我们的背景资料每七天就有233个死掉、啊，疫苗不可能跟心血管疾病有关系啊 ，A D 疫苗跟莫德纳疫苗，它从开打到现在已经超过600个报告死亡病例啦，绝大部分都是心血管疾病啊，这是最常见的原因啊，是那个是主动脉剥离，你是心肌梗塞，你是吸毒品，啊，那个都是跟疫苗无关的、啊，疫苗不可能会恶化心肌梗塞，疫苗也不会引起中风啊，不会引起主动脉剥离啊。